阅读要待续的一篇小说。因主角与主角会与绝地偶遇，那对白是数十次感觉如情诗，有着明月或暗月，世上的一对灵魂伴侣，天生一对，天意允许，默恋爱诗句，激发想象的乐趣。我幻想一个灵魂伴侣，没有差距，只要目光配合了焦距。带希冀的眼神寄托着，我爱做梦，这活动可多于一处，不需要去解说我的美梦内意义，太过踏实与现实，怎领略情书？我愿意持续幼稚，你是去幻想一个灵魂伴侣，天生一对，经我允许，那恋爱诗句，激发想象的乐趣。爱情构想，暗藏对白里，暗藏眼眸里，怎被失去？我幻想一个灵魂伴侣，童话里漫画里，如果有追去，我一切思绪，一切想象，何时对去？你是否相信灵魂伴侣？未接的吻，请你别猜我是几多岁。想与谁做情侣？哈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带俾大家咧，我哋 online 嘅第一首歌啊，吓会有呢个嚟自我哋姚卓菲嘅一首歌，叫做《灵魂伴侣》啊，之前唱过一次噶啦，吓好耐好耐好耐之前。咁啊，今日咧呢个就系问大家点唱啦，吓非常之多谢你啊点唱，令我可以回忆翻呢一首歌啊，吓好咁啊，喺呢个时候咧，都同大家打个招呼，条你打 kick， 我哋慢啲吓讲嘢 ，Hello， 大家好。在这个时候跟大家打声招呼先，你们好，我叫小米 Mila， 太晚了好像 OK， 每逢星期一暂时晚上都会在这个 YouTube 上跟大家见面。